2012年侨务委员会以感动101为主题，自2012年3月1日起至9月5日止，向全球华人征求120秒至180秒的优质短片。侨委会于2009年开始，每一年均以不同主题征选优质影片，发掘创作人才。曾以《一则日记》获得侨委会2009年华人金侨奖最佳剧情片，以《台北、缅北、泰北》获得2010年华人金侨奖佳作的缅甸侨生赵德胤，于2011年以《归来的人》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鹿特丹影展，成为国际知名导演。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势必让全球华人的创作灵魂跃跃欲试。每一年金侨奖的举办，不只鼓励国人及海外侨胞创作优良的影音短片，在众多优秀作品中，有的诙谐令人莞尔，有的深沉极富时代的意义。不论是属于历史的，或是属于个人的，这些故事都让全球华人的情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华人就是遍布在世界很多地方，有些地方就是可能我们在台湾或大陆或比较主流华人地区看不到的故事，或相对的比较感动的事情也好，小故事也好，你可以透过影像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不管站在练习或是分享的角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然后希望大家都来参加。2012年金侨奖即将开跑，把握机会，您也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大导演。备受瞩目的侨委会举办的全球华人金侨奖短片甄选活动今年又来了。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感动101啊，这个主题欢迎所有的有兴趣拍短片的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短片甄选。那我们短片甄选呢，从2008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了哈。那个我们曾经有一位缅甸的侨生，叫做赵德胤哈，他拍了一个《一则日记》参选我们的短片。后来呢，他又参加了这个制作了几个短片，都获得很多的国际大奖哈，或者是入围哈。我们觉得这个短片的活动非常受到欢迎。那今年这个感动101呢，事实上我们是希望全球的华人用这个中华文化的底蕴孕育出来的这个亲情、友情、爱情、爱乡之情、爱国之情、爱土之情，各种情，这种感动呢的影片，能够2分钟到3分钟的短片来参加我们甄选。那么我们为了配合这个活动呢，也举办了一些侨侨超好康的一些配合活动，只要登入我们的网站，粉丝的网站呢，就可以获得一些奖品。那我们这次的感动101的这个短片甄选呢，奖金非常的高啊，第一名的得主可以得到20万，第二名可以得到10万，第三名可以得到5万元，那其他呢还有一些相关配合的奖项，总共的奖金有高达新台币60万。那这个活动欢迎所有对感动101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们，把你的短片送到我们侨委会来参加我们这次的甄选活动。那也预祝所有的短片能够感动所有的人，感动101年，谢谢大家。